过这几年来的这个观光，我们都有做多元的一些服务，客制化的一些流程的规划，比如说像部落的导览，好 DIY， 好实际去操作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技艺上，还有呢体验我们风味餐。好，那甚至呢我们也安排了一些登山向导来做我们的一些生态的规划。好，那甚至我们也会安排在部落的这些民宿，改善非常大，因为我们接电话的这个时代已经开始被淘汰了，所以透过数位化我们可以成立一些预约系统来导入，也让我知道说我如何再进一步的跟他们规划，也避免说我正在忙碌的时候没有接到电话产生一些误会，或是说客人流失，使我们在工作上比较能够有便捷，然后也透过这个数位化让我们的游客能够自由的去点选他的所需要的一些游程。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从我的 LINE 的一个群组上看见台湾独角兽在一个创意上的这一个海报，我去点选报名了以后，我开始很认真的包含了我们 FB 要如何去行销，还有 LINE 的官方还有 Google 这一些创意的这些关键字要怎么样子去做行销，这些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上手的，所以我透过这些课程呢才知道说这个连结上的一些关系上要怎么样子去导入在我的商业上，我要怎么样去改善我的一些跟客户的互动啊，我觉得我得到非常大的一些认知跟改善。